是中國人啊，你說中國人是豬乸，但是忠信禮義人一個字都不肯識啊。我為英女王服務的伊麗莎白女王37年，從來沒有一人民主，你們不能搞事，沒有人會死咯。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中國，屌你，你不服咩流氓，你不服那些人渣。開始啦，歡迎歡迎，我是一个中国公民，中国香港的公民，我告诉你全部曱甴听，你们要认的认住我，我行得正企得正。怎会拿英国国旗美国国旗出来的？你不拿法国，不拿印度，不拿新加坡？ What a shame! What a shame to Hong Kong!As far as I know, you are Chinese. When you ask a question, you are not Chinese. The language you should speak is Chinese, not English. 我不想回答你。这是什么他妈狗屁道理？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？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？我现在讲一句，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。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谈话，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头发，穿上了西装，满嘴的英格利士，洋人就会高看我们。恰恰相反，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，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，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，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。前段时间林政的军舰带着核武器又来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听说中美关系非常紧张，就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你记一下，种花家第一任海军司令乘坐渔船视察刘公岛，白手起家不容易，就算后来多阔气，也不要忘了初心。是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坐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指挥位。我们就是要在这大戈壁滩上，这个大戈壁滩用我们自己的双手，用我们自己的双手造出我们自己的蘑菇弹，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，要创造一个吃得饱、穿得暖、不被人看不起的种花。幺，起爆！我们的姑娘是真的，真的姑娘是人和敌人也分不破的。陆军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长得高，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。哎呀，那个太阳晒起来，我们就在，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扫帚下乘凉。